你回部队？对。移防的时间确定了吗？快了，快回去吧。 我想，申请转业回东安，想清楚了。嗯，我今天真的是太累了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还有心理的感觉。赵老师的手术做得那么的漂亮。 可是从今往后，他再也没有机会站在手术台上了。虽然他今天说了很多给我们打鸡血的话，但是我还是很难过。有一瞬间，我甚至觉得，当医生有什么好的呢？比起跟父母的相处，这一身白大褂，这身军装，不穿也没什么吧。 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，那你就去做。如果不是你的真实想法，你也不要被任何人左右了你自己的人生。我真的这么想的，真的。那好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